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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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4年11月16日啊，最惠国待遇啊，呢啲俾你系人情，唔俾你系道理啊，就大家买定离手，几时会终止？原因就同关税有关啊，当你要加呢个中国嘅关税啊 60% 嘅话系嘛嘅时候啦，倘若中国系你嘅最惠国啊，拥有待遇嘅话，最优惠嗰个都 60%。咁其他嗰啲点算啊？所以如果真係要开征啊，根据以前嗰个贸易协议啊嘛，因为中国就未能 honor 啊嗰份协议履行，阿登登就諗住睇唔到算啦，係咪？咁结果又会触发咗另一件事啊，就係、是、要令呢件事合规嘅时候呢，可能 Marco Rubio 嗰啲之前都整定啲议案啦，就係、是、要取消中国嘅最惠国待遇，有一轮功夫喎、啊。不过今时啦，你参众两两院都喺共和党手上，虽然啊吓，即系参议院唔系绝对万无一失啊，因为选咗个 Reno 上去，好难讲。咁但系至少都快过你民主党人枢密嗰啲操控住嘅，系咪？虽然麦康奈尔啦，82岁，大家都知啦，佢都唔系个乜嘢好人。Anyway， 话说新一轮嘅贸易战啊，就有机会加呢个中国 60% 关税，咁中国点样应对呢？你见其实喺侵侵上任之前啊，就已经走访东南亚，以及喺 APEC 峰会度啊，同呢个登登会面，所有嘅嘢都指向一样嘢就系谂住用亚太经贸组织透过其他国家啊调节呢个供应链，跟住再出口美国啊。佢自己又食60厘啊嘛，其他嗰啲就冇食得咁硬噶嘛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嗰度设厂，贴个 label 啊，就话 Made in Vietnam、Made in Malaysia 诸如此类啦。尤其马来西亚啊，呢同中国眉来眼去嘅国家，咁其实所谓最惠国待遇各样啊，系美国啊，2000年时候李柱铭有份啦，民主党嘅李柱铭当其时就同克林顿啊拍心口保证，即系中国会乖噶啦，会守诺言啦啊，再加埋朱镕基时代，咁于是乎啊，洋人系有自我了断基因嘅，当其时又觉得啦，只要 engagement policy 培养中国嘅中产，到最后呢、这个中共就会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啦，咁而家。都好正常，只不过佢想灭咗你啫，系咪？你系资本主义啊嘛，养狼狗啊就咬心口，边有咁蠢噶？就系、是、有，再加埋啊，其实之前邓小平89年时候啊，亦都触发咗制裁嘅，只不过老布殊又抽起咗佢啊，谂住乱中又制苏，由原本要制裁啊，变到冇制裁，又由原本冇制裁啊，变成给予最惠国待遇添，即系呢啲嘢姣婆遇着脂粉客啦，两者啊奸夫淫妇啊，不断行埋一齐嘅时候，拖下拖下，就变成今日咁样嘅局面。原因就系鸡髀打人啊，牙较软啊，不停咁输送利益嘅时候啦，洋人啊始终系贪婪嘅，咁结果好多人就为咗好平嘅啫，因为嗰少少嘅金钱啊，好似英共嗰啲咁啫嘛，变脸快过京剧，为咗少少自己嘅利益啦啊，民主体制啊嘛，就放弃啊国家嘅利益，纯粹卖国。而目前我都几可肯定，嗱、啊、最近见唔到近平公啊喺国内啊出访嘅时候就话惊宫廷政变啦、啊，我都系嗰句啦，佢出得访啊就唔会惊有政变，已经牢牢掌握，就唔好传埋晒嗰啲话乜嘢权位不稳各样啊，呢啲都系权宜之计。虽知道啲人成日话佢猪头饼啊，搞经济系噶，但搞政治佢可以话。是一等一啊啊众多嘅对手一薄熙来嗰啲啊嘛啊呱呱走咗去呱呱嘈啊就去咗台湾宜兰嗰度娶新抱啊卷土重来都唔得啦啊点啊即係指挥呢个台军啊唔好玩啦、啊、咁但係竟然会系台湾嗰度搞笑啊系咪因为唔识英文乜都好啦啊咁呢啲呢以前春秋战国就叫做公子啊当权斗失败嘅时候啲公子就会四出啊咁 啊流亡。经
常都有噶吓，咁啊走咗去台湾国嗰头呢个博瓜瓜，俾人搞到鸡毛鸭血啊，咁你又知道近平公嘅厉害系嘛？再加埋啦，使用全球战略，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啲人对共产主义冇咁反感啊？好简单，就系将西方啊都变成共产主义咯。所以你见到有澳共、美共同埋呢个英共嘅兴起，就因为2020年啦，一场嘅大病，冇错，世界病咗啊，啲人都食塞米啊个头啊，所以咧上咗头嘅时候就连呢个男男女女女女男啊咁都整咗上去嘅，直到今年啊先至叫做有少少东方嘅拨乱反正，讲紧美国，但系左派用嘅手段系不会止息噶嘛，你见到参议院啊仍在战线中，选咗个 Reno 上去，亦即系同侵侵作对嘅一个首领啊，以及法国啊呢、这个立庞嗰、那个同麦克隆啊互相竞逐嘅，就又系登登啲绝招啊，使用到政治迫害啊，咁啊话佢有 embezzlement， 亦即系挪用公司资产国内，咁啊判处5年嘅刑罚，于是乎咧，即系好似侵侵咁，原本想使用喺侵侵身上嘅，于是乎啦，立庞就似乎未能角逐下一届啊，麦克隆就得以唞一啖大气啦。中国嘅好朋友啊，因为细路仔都知道啊呢样嘢，又搞嗰啲核电厂又成，即系法国人系咪咁穷鬼咧？需要啊乜都向呢个内地献媚，咁英国就有样学样啊！你见 Starmer 都走咗去揾麦克隆嘅，就知道英共同埋法共啊互相可以话系结拜好兄弟啊，冇眼睇。Anyway， 咁啊话说阿近平公一早已经走访东南亚啊，就系为咗重塑呢个供应链。你禁我啫，你唔会禁埋其他东南亚盟友噶嘛？只要搞好关系咪得咯，揾王毅一夫啊、张又侠啊嗰啲去，甚至乎张又侠嗰啲空佢哋添啊，即系你一系啊就俾我摆间厂喺度，如果唔喺啊，免得我大军南下嘅时候唔好睇，所以要揾个军佬去压制佢哋。同埋通常都会咁讲噶啦，就同越南嗰条友仔讲嗱，你唔好通水俾美国佬啊吓。咁大国同埋小国之间啊，州正交治，小国就只有鹌鹑嘅份儿嘅啫。而近平公嘅目的啊，就即系一条桥冇得用两次噶嘛，系咪？即系 fool me once 就 your fault，fool me twice 就 my fault 噶啦嘛。即系侵侵上次上咗当呢个贸易协议啊，俾人搞到鸡毛鸭血，一直都唔履行，求 Q 期买啲嘢咁啊算数。20年嘅时候滚埋佢落总统宝座啊，都可以话系咁蠢都有噶啲人，冇办法。咁但系佢已经啊俾欧洲啊英共、美共诸如此类嗰啲咧叫做醒水啲噶啦，唔系最抽得嗰、那个，但系至少肯抽啊嘛，都冇乜人好抽过佢噶啦。老实讲，而美国人民啊犯住今时今日英国人民嘅错，就系喺4年前啊选咗美共上去，结果马克思主义玩咗佢哋4年。事实上今年我系好失望嘅，原因啊美共啊，既然执掌权柄呢啲系人民嘅决定啊嘛，你又应该自此到终啊，唔好扭态先系噶，继续俾呢个美共男男女女女女男啊，零元购啊，黑命贵啊，诸如此类。既然咁中意自我了断嘅时候，走翻转头都得嘅，系咪？自我了断啊，点可以无啦啦咁咧？即系你已经系决心要死，做乜去到一半嘅时候翻转头噶？抌 break 都有嘅。嗱、啊，呢、这个非常之不要得，谂住去一直冲落崖噶嘛。咁而家英共又系啦，我睇好戏啊，就期望英国嘅人民就遭到呢个英共吓、啊、crush them all 吓、啊，唔好放弃嗰啲环保啊，各样搞到佢哋民穷财尽，淘汰生灵啊，百物腾贵咁啊啱噶啦。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啊嘛。同样咁唔选都选咗啦，侵侵上位嘅时候，咁啊要加关税，最惠国待遇嗰啲掹走你嘅，又有 Marco Rubio 啊，联结埋众多嘅国家，唔同你讲玩噶、啊。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近平公都唔系食斋噶嘛、啊，至少可能系香肉煲啦吓，即、啊、系北韩嗰啲香肉罐头。佢嘅目的同上次嘅贸易战一样啊，就系、是、石坚认错，踎低哀契哥。上次搞嘅就系一啲贸易协议啊，恋住恋住金蛇前丝个神龙教绝技啊嘛吓、啊，金蛇前丝手。如果有睇破坏之王就知啦，系外卖仔何金银嘅绝招。就算大师兄啊、侵侵啊几好打空手道啊都好，系嘛？
碎石腳，乜都齊。人哋啊唔同你正面冚嘅，就要拖住你啊，一味無敵風火輪，翹住曬啲手手腳腳，再同你打心理戰。表面上啊咁啊應承你呢樣嗰樣係啊會乖噶啦，即係啲頑童啫嘛，點樣喺媽媽面前啊藤條炆豬肉面前作惡啊？就係同媽媽講會痛改前非，石堅認錯，黃師傅我錯啦。跟住黃師傅咧啊就唔去追究，不記前嫌，大人有大量。臨轉身嘅時候，咦，做乜突然間個屍忽咁痛嘅咧？冇錯啊，石堅果然係堅抽，就使用到呢個飛鏢啊。咁邊個錯啊？梗係唔係石堅啦，而係黃師傅啦。即係作為呢個佛山無影腿，竟然蠢到加零一啊！石堅咁多回啊，喺粵語殘片入面都可以暗算到佢嘅。你同嗰啲日劇有乜分別啊？啊，鹹蛋超人嗰啲啊嘛，就係、是、正義嘅朋友已經獲得絕對嘅優勢啦。咁但係啊，望見惡人嘅時候咧，就可憐呢個惡人，感念蒼生啊，又唔諗過呢個惡人之前作過幾多惡啊，於是乎就斯德哥爾摩後群症上身啊，放佢一馬，結果放虎歸山，後患無窮，融埋你添啊，剩低盤骷髏骨頭啊。咁附帶一提，最惠國待遇如果掹走嘅話啊，咁當然啦，香港就係、是。一个叫做生门八门金锁阵啊嘛，奇门遁甲，幽生双道，警死惊开，揾你云头转向，功盖三分角，名成八阵图啊！只要保住香港呢个生门咁啊得嘅，而大家又认为侵侵会唔会狠下心肠啊，断呢个香港嘅生门呢？我话肯定可以同大家讲嘅，侵侵条友仔咧系仁慈嘅长辈啊，从来都系软弱啊，无能，咁所以咧啊，就必定系放过香港呢个生门，大家啊无用惊怕，因为靠个势啊凶人嘅啫嘛，完全冇料到，所以都几可肯定啊！啊，香港系绝对啊稳如泰山，而且啦，香港系数千年、数亿年以嚟啊嘅一笪福地啊嘛，恐龙时期啊，啲恐龙咧喺香港嗰阵时都冇事，后屘走咗嘅时候咪绝种咯，咁、啊、所以就千祈啊唔好。亂禁禮，相信嗰啲乜嘢侵侵滅港論。老實講、我擺個導彈基地喺呢個香港，然後發射啊，冧你紐約三藩市，你都冇聲出啊，咪咁講啊，點會反擊啊？美國人從來都係男奴女雞子啊，嗰代啊，就係、是、咁樣樣。好，今日講到呢度。